我觉得来云门跳舞这个活动非常值得来看，非常好看，然后非常感动，非常喜欢，收获满满的这种感觉。比较喜欢水月，他们的线条搭配的非常的柔和，很舒服。白水，他很巧妙的运用了就是男生身体的一种平衡，做出别于一般的那种美感。最喜欢十三岁，整个气氛都非常的快乐，然后真的是现场会被舞者感动到。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很快乐在上面跳舞，那个 moment 就很想跟他们一起参与。看到很多很精彩的舞蹈，也学到很多各种舞蹈的类型和他们的特色，带着你一起来动，感受一下自己身体的感觉。我看完以后会觉得自己会有很多灵感，感受到云门的魅力那种感觉，值得体验的经验，一定要来哦。